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鸥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经典的珍珠烤奶热饮做法。这款产品用到的原料有琥珀珍珠、烤奶粉、烤箱红茶、烤奶汁以及热水。先在400毫升的开水中加入10克烤箱红茶，使茶叶完全浸泡，加盖闷泡8分钟。闷泡好后过滤出茶汤，接下来在雪克杯中加入200毫升热茶汤、100毫升开水，再加入50克烤奶粉，趁热快速将它搅拌均匀。再加入20克烤奶汁，继续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加热缸中，用蒸汽奶泡机将它加热至55到60度之间。另外在杯中加入80克琥珀珍珠，再将加热好的烤奶倒入杯中至满杯就做好啦。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咯，了解更多茶饮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干货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兔奔跑茶饮学堂，记得关注我们的哦，拜拜。